昨天呢，就是2023年2月12日16:49，中国地震台网发布，北京房山地区发生2.8级地震。哎呀，这也毫不足奇啊，也不什么奇怪的事儿，就是大自然会公平的对待每一个地方的，人为的你可以设定北京有某种特权啊，但是你该有的还会有，是吧？撒癔症、放屁、失眠、忧郁症、地震，你一样也会有，是吧？你无法超越这个东西。你人为的设计的，你好像你可以超越凡人。面对历史啊，面对大自然呢，北京和别的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是一样的。因此，它发生地震，毫不为奇呀。它也会发生地震的。啊，它下雨，它那里也下雨，是吧？它不会说全中国下雨，它地方不下雨，或者全中国只有它下雨，别的地方不下雨，刮风下雨都一样，甚至连雾霾一模一样的。